三条轮的咖喱奇迹已经开始起营运了，吸引不少民众来到热闹。现场有真多在地农民来拜纳，除了推广无毒栽种的理念，也营销地方好食农作物。农民哦，该支持的吼，下当公司也着食袂起，也摕来分享给别人去食去使用，也食了安心，算有机的，无农药嘛，也食了健康嘛，哦，也人要买，消费者也会比较。较便宜，较省。啊，都有咧卖物件，有人买，安尼足好个啊！特别一赞，啊，会当加搁用一寡安尼好。除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，佮有特别为口而来业者来遮卖一寡生活用品，因为物件多元丰富，又搁少，吸袂少民众来买。买很多啊，买那个油啦、卫生纸啦、那个沐浴乳啊，通通都有买，比那个超市还便宜。我从口湖来。这边因为刚开始啊，想说吼，就是以就是便宜一点，让民众吼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啊，以后特别可以来这边消费啊。现场也邀请街头艺人来做表演。不过来到这，大部分都是住在附近的民众。对此，李市长表示，因为这刚开始试营运，够真侪人唔知影这个消息。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试营运。那以前都没有经验，但是未来的路蛮长的，啊，我们一步一脚印了，希望我们的海清宫的进香客们，来到我们海清宫进香的时候，别忘了哈，过来串门子，来看看这边，假日市集有什么好的宝贝可以带回家呢？这有卖是湖水拿沿海农特产品，现场要表演是非常的热闹。主办单位也热情欢迎有兴趣的民众礼拜有闲，来到三条轮假日市集行行看看嘞。记者王品采访报道。